激昂，而且一次好几封，好几个。然后每次放学回家就立刻去信箱，说今天毕业了，回信箱，就每天就是来往信件。都是女生的笔友还是男生？都是女生。都是女生。对。没有男的。没有。那会不会保守一点？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吃，但我有性向的疑虑。好，今天的活动真的是有很多媒体朋友到场以外，除了很多歌迷以外呢，也有来自新闻社的代表在这里。我们要欢迎来自 Simples 的 Miss Peggy 上台，欢迎。欢迎 Simples 的 Miss Peggy 就要把这个。